哎，你好，是那个北京朝阳区南磨坊那个白子湾派出所吗？啊，我们是南磨坊派出所。您说，您有什么事情？啊，我这边要举报，就是你们就是所在地的人员有组织卖淫在网上，然后建了很多那种 QQ 群，然后组网上的，对，在哪？他人在哪？服务器地址、人员地址啊，人员这个人叫什么名字我知道，然后哪一年出生我也知道，照片我也有，然后他的活动范围是在那个北京朝阳区白子湾永辉超市附近，然后这个人是黑龙江人，然后真名叫马闯，就是马是那种就是那个牛马的马，闯是门字里面一个马字，就闯天下的闯。对对对，叫马闯，然后是黑龙江人，然后是87年生的，然后我有他照片。闯是哪个闯？闯天下的闯，那个勇闯天涯那个闯。哦，门马呗。对对对，然后他建了很多那种就是那种卖淫黄色的群，然后在还有他还涉及那种偷拍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你知道他具体住址吗？具体住址我只因为你可以查一下，就是你们白子湾附近应该他是有暂住证的，因为他是的确就是在白子湾永辉超市附近。你身份证号你能提供吗？我只身份证号我之前知道就是知道他是87年生的。啊，您再说一遍。就是我只知道他是87年生的，不是87就是88的，应该是87的，属兔的，然后是黑龙江人，然后我有他照片。如果说我提供他照片，你们通过就是人脸识别对比能查出来吗？这里涉及案件的话，我们可以查。对，您这我有他照片，我可以把他照片给您。然后收集，我们先收集。他有电话吗？电话这个我回头找一下，然后他微信号我有，就是我有他微信号，你可以就是说，要不实在不行，你就去跟那个就腾讯，然后打电话让他们帮你找一下，因为他们应该是可以配合你们就是破案的，就是查这个人的。我有他微信，就是他微信号，我跟你说一下吧。您能说，您应该能提供的都提供，我们先记录。我有他微信号，然后还有他很多那个群的群号，还有他就是 QQ 号都有。如果电话的话，我得还去再去找找，就电话还有别的东西，您需要的东西。您微信您现在能看见是吗？我有他一个微信号，那微信号是叫骚月1234。是 Q 就微信号是多少啊？微信号就叫骚月1234，是那个 SAO 三月骚月，是3311月月吗？骚骚那个离骚的骚的拼音全拼 SAO， 您要直接读字母吗？SAO YUE 啊 YUE 它月嘛，月亮的月的全拼 YUE 1234，这是他的微信。1234。然后那个 QQ 号我也给您吗？